新出的口味，柠檬味的，之前好像有个桃子味的，好好喝。哇，我有点害怕呀。成功，这个是迷你版的梦龙大集合，进来给它分个梦。咱来给这个迷你版的小梦龙脱下膜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口味的。当当，成功，变成抹茶口味的。